们回来了。累死我了，啊，怎么只剩下你们两个了呀？你们走后，瑶瑶和树玉先后放起了风筝，没玩多久就困了。佳明自告奋勇，说是要护送他们回家。但他之前说了一句话，我不理解那句话的意思。啊，佳明说了什么呀？他说，风筝不管走得再远，飞得再高，总有一节线牵着自己，无法真正无拘无束地飞在空中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的表情看起来很落寞。回想起来，佳明对风筝的态度是有些奇怪。联想自己，如果我是风筝的话，这根线对我而言便是极为重要的东西，意味着亲缘和牵绊。还有申鹤，虽然这份联系纤细而又遥远，但倘若没有这根线，我可能会失去归处。如你所说，佳明是在联想自己的话，我就更费解了。可能大家的立场、经历与想法并不相同吧，这也是常有的事。嗯，就像有的人喜欢吃辣，有的人碰都不能碰一样。嗯，所以理解与包容才尤为重要。这是在聊什么？都聊到理解与包容上了，本仙来晚了。随便闲扯几句啦，闲云，你真是一点消息都不肯放过呢，你去哪啦？哼，略展厨艺而已。天色已晚，没要紧事的话，你们干脆都留下来吃个便饭再走。好久没尝刘云真君的手艺了。嗯，放心，正经菜肴荤素都有，本仙还能不知道你们爱吃什么？申鹤、甘雨，你们跟我进来。怎么还神秘兮兮的？哦，不会真的要开小灶吧？要端菜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帮忙的呀。这是风吹在腿上凉飕飕的，有点不好意思。头饰应该戴稳了吧，出门前该让刘云真君再帮忙检查一下的。好看吗？啊，他就这么问出来了。甘雨也是，要怎么形容呢？文雅又精致，总之很适合你们。本仙找了全璃月最好的裁缝，自是不必多说。申鹤和甘雨最近喜欢什么颜色呀？最近，刘云真君怎么突然打听起颜色来？
我喜欢黑色。不愧是本仙一手带大的徒弟，继承了本仙的品味。黑色耐脏，我最近深有体会。甘雨呢？黑色和蓝色我都很喜欢。这材质穿着也舒服的吧？让流云真君费心了。没想到除了风筝之外，我还能收到这样珍贵的海灯节礼物。谢谢师父。只要你们喜欢就好，之后也多穿穿吧。感觉闲云的烹饪技术又有长进了呢，特别是这道黄金蟹，外壳酥香，蟹肉鲜甜，嘿嘿，我吃了好多。幸好佳明不在，不然我们俩肯定会抢起来用筷子打架。风筝这事麻烦他跑了一趟，下午那会儿又是帮着照顾树玉，本来是想留他吃个饭的，也罢，回头本仙再单独向他道谢吧。能让流云真君如此重视的人可不多啊。哼，那是本仙标准高，看这小伙也算是个可塑之才的份上，起了惜才之心。他似乎很想摆脱自己的风筝线。风筝线，这又是什么比喻？自从去了万明堂，申鹤你学会的新说法快要让本仙跟不上了。从哪里开始呢？哦，闲云，你知道他和他老爸的矛盾吗？本仙只听说他和家里关系不好。他可是离家出走之后就再没有回去过呀。还有这事，莫要遗漏细节，从头说来听听。哎，好吧，希望佳明不要介意。这可不成。眼看着今年海灯节就快到了，慢慢来怎么行？这就要说起前些日子我四处联系裁缝时，突然忆起了心猿大将迷怒。他最是擅长设计衣物，不仅对布料选取和色彩搭配钻研颇深，就连佩戴怎样的饰物才能凸显穿衣者的气质都很是在行。从前仙人聚会时，法纳还曾暗中向我们姑娘几个抱怨呢，说是迷怒给他做的衣服裙摆太长，华而不实，战斗起来束手束脚的。我去探了探迷怒口风，他却说裙居非意，乃趁仙人风姿，此谓之风采。这人就是这样，一谈起衣物配饰，连帝君都拿他没办法。后来呀，说远了，本仙是想说，海灯节本该是个团圆的日子，趁着遗憾还未发生，年岁正好，这有问题就得解决问题。命运无常，苦难与意外都属这世间最无情的不速之客，年轻人嘛，能不经历还是不经历为好。说是这么说，流云真君有什么好主意吗？仙术不行，机关术这次不见得派得上用场。有什么我能做的吗？借助各位的力量是个好方向。有了，本仙想到了一计良策，不如我们如此这般，都听明白了吗？这可一定要成功啊。哼，本仙之策岂有不成功的道理。那么各位早些歇息，各自筹备，两天后再会。
向着星辰，感谢你完成了。咬住目标了。
Thank you.
暗香才作剑袍饰，烛影踏为侠客衣。暗香才作剑袍饰，